好，那我们看下个单元，急救。五、急救。促导之症多属他处体伤所致，但仍需经按推原始点后，使病症之改善与否，才可做最后确认。其病主要分为脑中风、癫痫及心脏病等。脑中风发作会口眼歪斜、偏瘫无力，癫痫则咬牙切齿、抽搐有力，两者皆按推头部原始点约2到3分钟。心脏病发则面无表情，甚至心跳呼吸骤停，以手探测鼻孔气息及颈腕动脉脉搏，应按推上背部原始点，先左侧后右侧，共约1到2分钟。急救主要是保命，其次才是解症，因此按推一定要温和适度，否则力量太重或时间太久，都会消耗更多热能而危及生命。也就是只要病症减轻或时间一到，即可停止按推并立即温敷。与此同时，还要保持环境安静，空气流通，周遭温度应以温暖舒服为宜，太冷或太热都会消耗热能。我们来看急救表。好，其实到这里几乎很少了，除非或许心脏病还有可能，要不然以癫痫啊，还有脑中风来看，这个应该按了都会有立即改善之效果，一路做下来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是这样。那心脏病其实我听到的都是成功居多，就是说如果还有可能，这个情况是比较少，也就按推无效就是属怎么样，本柱体伤。那本柱体伤要怎么样温敷，内外热源。急救跟我们平常处理有没有不一样？没有，所以都一样。好，那我们来看刚开始讲的促导之症多属他处体伤所致这一句话，我想跟你们问一下，倒下去这个动作是症还是状？我们界定很严格哦，如果是状，那不应该是先按推哦，对不对？你用眼睛就可以看出那个是状，那就要先温敷哦，喝姜汤哦，对不对？应该是这样。那症我们才能按啊，因为症还有分三种嘛，对不对？三大类，但三大类里面我们按，为什么要按？要确定它是他处还是本处，对不对？所以才要变的是变病症而非变状，因为状不需要变了，用眼睛看就可以看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很显然倒下去那一刻是症还是状？100%，它也不是破皮流血，有没有体表的组织受损或皮肤病，那都不是啊。那很显然这个不是症是什么？所以症为什么？你看连西医都在 CPR， 他们也是用手，有没有？那我们为什么要按推？很显然这是症嘛，不是状嘛。那症当然先按推，你即便要温敷或喝姜汤，那也是按完之后确定无效才用的。那如果没有按你就开始这样灌，那是不对的，次序有一点问题，是不是这样？是，我们的处理是症一定要经过按推原始痛点来辨是否有改善，有改善的称他处体伤，没改善的称什么本处体伤，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这样就你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这里不管是癫痫、中风或心脏病发，我们都先按推，对不对？我们没有说先温敷啊，温敷完看什么结果，然后我们再继续变啊，有没有这样变？没有，那很显然这个就是症，所以连症都搞不清楚那是不行的。那症还有一句话在辨因里面有讲，多属什么？他处体伤，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也就倒下去那个一般按一按就可以起来了啦。那我们一路这样归纳，你已经再清楚不过。所以我说你第一个起码看倒下去，你就要有一个心理有数，这个是症还是状嘛，是吧？这是最基本。那如果症你要分他处或本处，要不要先按？
那就按了，按了答案就出来了嘛。那有时候在诊断的过程中，如果他出他早就好了嘛，按完就醒来了嘛，是不是这样？因为急救目的是要怎么样，只要能够救活就好了，不一定说所有症状都要解除嘛。那他如果按了清醒了不就好了嘛，命先保住，那我们再来内外热源加强嘛，是不是这样？是的。好，那我们如果已经这一个题目倒下去那一刻我们已经清楚了，那我们就可以再来讲下面。那倒下去其实是不是只有癫痫、脑中风还有心脏病发呢？是不是只有这样？不是啊，倒下去的原因可多了，我们只是把比较常见的而且比较危险的提出来，要不然很多也晕倒。好，所以我先让大家看一个案例，就是美国达拉斯在飞机上一个志工在飞机上处理的一个案例。急救案例，2016年1月18日，上海往三亚的飞机上，机组人员紧急广播请求医生协助，我本能地站了出来。一位女乘客在卫生间门口处突然晕倒，她当时面无表情，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刚好飞机上有医生，医生给她量血压，用听诊器听心脏，机组人员建议给她吸氧。几分钟后她睁开了眼睛，然后机组人员安排她躺下，又给她一杯凉水，之后医生就离开了。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拿出干姜片暖暖贴，随即回到了韦女士旁边。当时她正在呕吐，吐完了空姐用凉水给她漱口，我建议把凉水换成温开水。机组人员又给她湿巾擦嘴，我又说换用热毛巾，空姐非常配合，也关闭了头上的吹风口。这时候她虽有意识，但仍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她的先生也在场。我拿出干姜片跟他先生说，含干姜片可以帮他缓解，我先放自己嘴里一片，然后请他先生拿给他含。经他先生同意，我开始按揉他的上背部原始点，先左侧后右侧大约一分多钟，然后按头部，告诉他放松，没事的，我会帮他相对舒服地走下飞机。大概15分钟左右，他的脸色开始有血色，可以轻轻地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好冷，我又给他上背部放了2个暖暖包。飞机降落后，其他乘客先下了飞机，我又轻轻地给他按上背部和头部原始点，韦女士自己走下飞机。第二天追踪，韦女士发来微信，感恩昨晚在飞机上对他的照顾，并告知身体已康复。张医师原始点的急救方法流程简单，自然有效，感恩张医师的大爱，把原始点无私地传授给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学习应用原始点，利人利己。美国达拉斯原始点提供。这个也是让大家了解急救，它有些是还有意识表达，有些是没有意识，像癫痫很多在发作也没有意识，那脑中风有些也没有意识，是吧？它有些是有意识的，那心脏病也有些有意识，也有些怎么样就倒下去，严重都不能表达了，所以各种状况，但原始点能不能处理是可以处理，不用分到那么细。所以我们最主要是谈的比较危急一点的，就是我说的癫痫啊，还有脑中风啊，还有突然间心脏病发，尤其心脏病发如果不立即处理，很可能会怎么样，会那个了哦，翘翘 哦，而且时间要把握住，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急救的对象。好，那我们第一个来先谈比较轻微的癫痫。那癫痫它发作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他四肢抽搐会怎么样？很剧烈，然后尤其脸部的表情怎么样？也会很丰富的哦，
咬牙切齿啊，脸部严重扭曲啊，甚至眼神飘忽不定啊，哦，这些是他的特征，也就是他偏向动态的。那脑中风就偏向静态的啊，比如他瘫了，偏瘫无力，哦，他不会像哦那个癫痫那样抽搐啊，不会，他就偏瘫无力啊，或是口眼歪到一边，然后甚至流口水啊，也不会像这个癫痫这样咬牙切齿，脸部哈狰狞哈，看起来很可怕这样，他还不会，比较偏向中风，比较偏向静态的啊，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所以你们一看，哎，这个就知道是癫痫还是中风了，这是最好辨别的。哪一个比较危险？如果以癫痫跟脑中风，你看无力比较严重嘛，我不是说症的体力虚弱会比其他的症有没有功能混乱也好，还是症的不适感都来得怎么样更加严重啊，所以我们这样一看就知道，哎，他还会抽搐，表示有力，那大概死不了，只要有体力就死不了。那脑中风这个偏瘫无力，哎，就危急了，因为放久了他甚至组织会怎么样进一步坏死，以后的后遗症会影响很大啊，这是两者最大的不一样。那癫痫要拍到还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它来得很急。那我们一般抢救不会说，好，看看有没有手机，先拍一下有没有啊？叫人家你帮我一边拍啊，我一边抢救啊。你们会这样做吗？没有，不会的。因为我的癫痫案例都在什么时候收集的？都是教学的时候收集的，啊。好，那我们来看癫痫啊，第一个案例，刘医师的癫痫急救案例。好，这个是癫痫发作，没关系。你可以叫学员来看，叫学员来看，这是癫痫发作。叫学生来看，也是按头部延伸点。啊，跟脑中风处理是一样的啊。给他们看哪了？给他们看哪了？好，他眼神已经开始恢复了哈。不要紧张。那个红豆莱特夫。红豆包。好，红豆包。他现在手会来抓我，他已经清醒了哈。过了。啊，这时候再轻一点点，轻轻的。轻轻的。好，他已经清醒了哈。好，起来了。啊，稍微轻一点哈。还要被人捏个嘛，挂人捏顶顶个嘛，那就蛮捏狼狈的。所以癫痫发作哈，就是头部延迟点的问题哈。人捏整个里面，他把光的拿的塞个嘛，都看到人捏白弄。好，病人现在已经慢慢清醒，稍微轻轻的跟他舒缓就可以了。被人捏狼狈，可以人捏就顶顶被，要被人他光头塞，还人捏顶顶被。这个不够热，再炒。好，来。这样，这不够。红豆包，红豆包，红豆包。按完以后，把我们这个按过的原始点跟他温敷。他要被用你吃力呀，来供的接管，还可以用药啊，是来个好，那用嘛双皮乐。他病人的这个头部的循环会很快的恢复。
chẳng hạn nó bê chẳng hạn tha này cục ba con đẹp nữ nó người Việt tha dương ba hiếm chui ca tay nó bị này cái nó bảo暖那个肚子要跟他稍微盖一下衣服hai đẹp nữ dương thở vô đây cái đau cái lỡ phu nằm bê có ơi ơi cầm đá con ôn不好意思，用的不够热，这个比较热一点。可以，不要不要太热，温暖舒服。那个下面也垫一个。好，这是一个早期的影片，也是在教学的时候遇到。但如果以现在的处理，这个都可以简化了。因为你们看刘一超按了一分多钟的时候，这个患者的手已经怎么样？不再抽搐了，虽然还没有清醒，眼神可能还在飘忽，但这时候直接温敷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按推，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第一个，他抽搐激烈的时候会消耗很大的热能，所以这时候按推症状稍微改善，我们就应该怎么样？保命为主嘛，因为急救是以保命，不是要先把他的症状都解决嘛，那就是他抽搐的过程中会消耗很大热能，你先补充他就对了，补充完他一定会恢复，那恢复的时候起来完全都修够了，体力也够了，你再把它头部再加强就可以。现在的处理方法是这样，也就它不需要清醒，也许眼神还在飘忽，那也没关系，只要不抽搐了，那就先温敷。那你按了一分多钟也够了，一定有效。按完之后，热源怎么样？很容易进去。急救案例。癫痫，有拍摄，拍摄，红豆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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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影片就好，看影片。跟着拍。下课的时间大家休息一下。我们请张医师也入场休息。你很害怕，就把他怎么样？立即当天。我们是宁夏银川的，我自己也是医生，这种情况我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在公众场合也是动不动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一次在诊所也是和病人从一楼走到二楼，就在楼梯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您自己本人是医生吗？是的，就是从一楼走到二楼楼梯拐弯处的时候就啥都不知道了。这是一次。然后在外边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发作了三四次，不过我每次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身边都有同事或者是朋友，我这已经是三四次让被人救回来了。过去都是采用什么方法把您救回来？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稀里糊涂我就过来了。谢谢。所以哈，倒下去身边有原始点的人是幸福的哈。然后看一看下面，哎，癫痫急救案例。您怎么确定你说的？温敷带，温敷带，已经在温敷了，他已经在温敷了，已经在温敷了。那 OK， 大的来，大的来。不用看他了，看我好不好？好。我对象呢，他今年48，他因一次意外查出来头部长了一个脑瘤，我们经医生建议要做手术，就做了手术，又做了放疗。一年后出现癫痫症状，医生说那是后遗症，后来我们就吃药控制，吃药控制以后
慢慢的后来半年一次，两三个月一次，再后来又接触到断食佛期，体力明显的下降。我们到2014年的时候，四月份左右接触到原始点，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原始点帮他犯病，每次的症状呢他就有明显的改进，就是每次犯了病以后通过喝姜汤温敷完了以后，他恢复很快，一二十分钟就能恢复体力，明显的有很大的改观。啊，这是最后外伤，然后检查出脑瘤。事实上外伤如果是头痛或是怎么样揉一揉温敷就解决了啊，但检查确实，哎，有时候可能很简单的病就会变得怎么样，很复杂了。我们刚刚讲的好，那这些都是癫痫的一些处理的过程。那接下来就是脑中风，脑中风的案例就比较多了。那西医在脑中风有分两大类型，一个是脑出血，有没有脑出血的中风，还有一个是什么脑梗塞的中风。那我想问各位，脑梗塞跟脑出血对我们的治疗有没有不一样？没有。我们不要管，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不管西医的病名也不管他们的病因有没有，我们的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哎，这一句话一定要记得，都是一样，不用分那么多了。那出血也是这样，梗塞也是这样处理。好，我再问你们，那出血，脑出血会不会造成偏瘫、口眼歪斜，甚至植物人？脑出血是不是检查出来了？是不是？是啊。那出血是果还是因？果会不会生出一个偏瘫、口眼歪斜来？不会嘛，前面已经讲所有的检查异常是衰老，还有一个败坏的现象，跟疾病的症状无关，有没有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不需要处理脑溢血，他自己身体自然就会怎么样修复啊。我说即便体内有撞的组织受损，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医学要解决他的症或状，你把症状解决了，其实外好了，内会不会好？当然也会好，这个很简单。所以处理医学是有问题，等于从果下手，而且又在怎么样患处下手，有没有？患处能不能按推？既不能按推，何况是开刀，那伤害就更大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本概念。那很显然，我们是不赞同开刀的。好，那我们来放两个案例，好，一个是脑出血，然后两个都是脑出血，啊，一个是我们自宫就把它处理好了，啊，一个就是经过开刀。那我们看两个，孰胜孰优？脑出血案例，患者叶先生63岁，于2011年3月30号。在骑自行车送保健品货物途中瘫倒在路边，经路人通过110报警或民警救援送至附近医院急诊抢救。入院诊断：一、脑出血；二、原发性高血压；三、电解质杂乱。住院期间，其家属向我咨询治疗意见，我建议采用原始点为上策，家属采纳我的意见，于4月20号入院3周，果断出院。当时根据病况，家属为他购置了瘫痪用床和手推轮椅。出院次日4月21号清晨，我带上光盘去患者家中进行头部原始点按推，并煮内服姜汤，外用外热源。除未停用降压药外，其他一切治疗手段停用，也教会家属手法操作。白色处代表出血，处理效果十分明显，一周后患者可下床走动，一个月后生活基本可自理，当初准备的床和轮椅均未使用。四个月后8月15号颅脑 CT 复查，血块已完全吸收，
脑结构基本恢复正常，于2014年6月5号再度登门造访，患者一切正常，并可操作配锁。出血处已恢复，前后历经4个多月。中风后遗症案例，颅内出血嘛？嘿，对，是是是，所以，那、开完刀现在情形变，就是这个瘫，没办法讲话，这一个瘫了，这个也瘫了，对，他没办法讲话，对不对？没办法吃东西，嘿，了解，那没办法吃东西，都插鼻胃管，用鼻胃管喂食哦，嘿，对，是啊，喝点东西他就会呛到，了解，那当时候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说他不舒服，他脚会麻，我们就想说哈，赶快把他送去急诊。哦，脚麻的时候他还有意识吗？有，他都一直没有昏迷。他都一直有意识。有。那他只有说脚麻，然后去检查出来身体不舒服，然后我们送急诊，他就说就说脑内出血，就给我病危通知。了解啊，所以哈，是经过一个礼拜才手术，对，我才送到去动手术，要那时候要救命啊，那时候虽然已经淤血了，很严重了哈，西医也这样讲，但是那时候他情况怎么样？会比现在差吗？应该哈，是他那时候还会讲一两句话，还会讲话，还会吃稀饭，还会吃稀饭。对，手术以后就不行，就是连讲话也不行，然后就没办法讲过一句话，还有吃东西也没办法吃。对哈，哎，好。好，我这两张比对给你们看哦。第一个中风也是瘫了，瘫在床上啊。那这个中老他本身是西医的了啊。那他最后决定是怎么样？采用原始点哦。啊，那结果效果好不好？好，非常好。一个礼拜就可以下床走路了，一个月基本可以自理了，几乎都已经差不多完全恢复。那CD 如果照出来，最后4个月照出来也完全恢复正常，啊，好，很显然，我问你们，那脑出血会不会造成症状？当然不会。如果会，为什么揉完温敷一个礼拜就可以下床走路了，对不对？那血块还没有完全清除啊，那为什么他症状会好呢？可见这个异常跟症状有没有关？没有，所以我今天放了很多案例。就是在说明这个的，你们刚刚还有人举手说会，是准备伤我的心吗？是吧？好，所以很显然是不会的嘛。好，那第二个西医直接就说好，他们认为有关，所以他们一定要怎么样挖脑，对不对？把血块挖干净，结果挖了，症状有没有改善？不但没有改善呢。他本来人讲话挖到怎么样不能讲话，有没有？他讲的他本来他人吃饭挖到怎么样不能吃完，挖完就不能吃饭了，那情况更加严重了。他以前去的时候只有脚麻，然后身体不舒服而已啊，没有那么严重，他怎么处理完更加严重？所以我才说西医处理异常很厉害，但处理症状怎么样不行，真的是不行。你们就看，而且症状越处理越严重。那我们医学是要处理症状还是处理异常？症状嘛，哪有在处理异常的？以前异常也看不到嘛，啊，所以这样让你们看，我相信你们比对下来应该清楚了吧？我们再放一个脑出血的案例，颅内出血案例。去年10月20日，头部撞了，肿起来，还有一点擦伤流血，本来以为是擦一擦就可以好了，但是经过了1个多月，感觉到行动有一点奇怪，一点异常，
走路也不稳，所以感觉到是有一点问题，而去做脑部的断层扫描，结果发现颅内还在出血。灰白层处代表出血。而这个时候，医师交代要住院，准备开刀手术，因为家属一时没办法决定，说要回去商量以后，再来做决定。回来商量，结果认为应该来做延时点，可能比较恰当，所以当天下午就到台北儿子的家来接受儿子的原始点。每日原始点操作过程：一、姜用量，一天使用半斤老姜，四碗水浓煎成一碗水；二、按推次数，三小时一次，一天约六次，每次约30分钟；三、温敷头背部24小时温敷；四、运动，每天前后踢腿、跑步机、深蹲共约2至3小时，还有到公园走路2次，共约1小时；泡汤一次，爬山一次，约2.5小时；每日运动约5.5至6.5小时。前后比对：施作前，左半边偏瘫，左脚抬不高，无法自行爬楼梯；月报时呈现迟缓呆滞，有时无力单独起床。施作2周后，偏瘫已恢复正常，左脚走路无异常，上下楼梯自如，阅读能力恢复往常，起卧皆无问题。12月11号到原始点的时候，那时候的例假，站起来，站起来，走路，走路，走看看，这个如果西医开刀了，会不会恢复？我看你讲，开完刀都有后遗症，而且症状只会越来越多，而不会越来越少。那你看哦，这个是我看过修复最快的，84岁，一般到颅内出血又有这么偏瘫啊，各种症状出现，一般恢复大部分都是1个月左右。那他多久就恢复？半个月啊，14天就可以比对出来，而且几乎都正常了。他得力于什么？按推吗？内外热源吗？是不是？我跟各位讲，他得力于什么？运动啊！我看运动最勤的就是他了。你想想看哦，其实这个没有意志力哦，是做不来的。他抬腿有没有困难？有啊，行动不好啊，这走路都不稳啊。他还是什么深蹲啊、踢腿啊，有没有走公园啊，这些来锻炼，那个要很大的意志力支撑啊。所以他是靠自己啊。那孩子这个揉一揉，当然也有帮助啊。他热源24小时温敷也做到，所以他全部真的该用的都做到了。孩子也努力，那最主要是他。要不然一般我看，一般我们志工在帮人家处理按推啊、内外热源，起码都要1个月左右，那这个是最快的。那我们紧接着再来放的，就比昨天的这些脑出血的更严重，也就是植物人。那我们第一个要放的就是旧金山的治疗的案例。植物人案例。我是植物人案例的黎女士的仔，我这次讲述一下我妈妈怎样原始点手法来帮到她的过程。在2012年5月初，我妈妈在浴室里跌倒，经过医生电脑扫描之后，发现了她脑
積了很多瘀血要做手術，但是我媽媽因為年紀大不想做，第兩日後呢她就昏迷了。咁醫生話佢啦，佢因為昏迷咗，俾兩個選擇我哋。第一個選擇就係掹咗啲喉，挺佢自己走；第二個選擇插住啲營養喉同埋氧氣，睇佢躺喺牀上嗰度做植物人過佢一生。我唔忍心見到我媽媽喺牀嗰度做植物人。好彩有人介紹我去舊金山推廣站，找到程經理，他很有愛心，教我怎樣做手法，幫我媽媽。在2012年6月19日，程典田師去我媽媽療養院那裡，幫我媽媽做頭部胰腺按摩之後，他跟我說你媽媽有一嚿，因為她做的時候她看到我媽媽隻眼有動動，同埋眼皮可以動。她再三叮咛我要我幫媽媽按推同埋做溫敷，我不斷咁同佢做，即係嗰第三日之嗰段時間咧，佢醒翻，同埋可以認得我哋屋企人。我係邊個啊？啊？你家福唔叫我啊？我系边个啊？咁样我对原始点样好有信心，继续咁帮佢做，做佢帮佢做原始点嘅前身。咁啊，佢慢慢好翻，佢可以饮食，可以自己梳头、睇报纸。当佢可以饮食嘅时候，我用啲新鲜姜煲姜水俾佢饮。之前佢聽覺好差噶，但做咗按推之後咧，佢個聽覺好好多，比我仲更加好，同埋眼力咧比以前好好多啦。佢仲可以坐輪椅出去玩，出去飲食。醫生覆診嘅時候，佢覺得好驚訝，我媽媽竟然可以康復，可以坐翻輪椅，可以飲食。佢問邊個醫生做得咁好噶？咁我就話原始點，佢都好有興趣想學。我好感恩原始點幫到我媽媽，所以我學習張醫師無私奉獻，解決病人嘅痛苦嘅精神，將佢發揚光大去，造福更多人群。我们第二个在放的青海植物人，植物人案例。他说他肯定要这来判断我们医院的大夫要做手术，你这个里面有淤血的话，肯定是你已经没治了，在家里你怎么弄？我说这个原始点推拿，肯定他有淤血会走，我就不赞同，我就没管他，我就后来我自己做，每天，后来我就是主要的功夫。温敷姜汤，底下铺了三个红豆袋，身上盖了个袋子，头上包了袋子，旁边床根里放了电暖气，再就是姜汤，他渴了就是姜汤，再给他做头部原始点和上胸椎原始点和颈部原始点，
我说先把头脑打开，再一个不让他死，熏坠，我就是先把主要的原理讲，别让他死掉就行。第二天，因为我们家的亲戚他们都知道了，我媳妇儿妈妈呀，他姐姐呀、妹妹呀，他们都来了，来的多，一来就出了一老就说，人成了这样了，你看植物人了，喝个姜汤，拿个袋子给他盖上就能好吗？因为他这个不懂。我说你们别急，我是他的男的，你们也知道，我给你们喊几，你放心，因为我学的时候我心里懂。哎，我多少人，因为我治好了。再一个，我心里的一个历练是什么？我把多少人我在那推拿好了，我说不可能把我的人送到医院，这个理上讲不通的。别人的人我留着好了，你自己的家人又送到医院去了。我说我们以后能做原始点吗？那两天就来的人，我们一块的朋友啊多得很，每天来到一老就谈到这个，就说那你这个怎么弄？每天我看你盖着红豆袋，人就那样的。我说 你别急。往后我说你，我们拿试试说吧。他说怎么个试试啊？我说你过上几天你来，让他病人说话。他说病人成了这样的，你怎么说话？我说你看嘛，现在你先别急，到医院那人家在这躺着。我说你怎么办？那医院去，我说肯定他要开颅。我说我不弄，我就这样弄，就这样坐着坐着，大概坐了七八天。原来右耳朵这边的子弹一个大管光，但是车祸这边大概创的特别的严重。后来做了七八天的时候，他那个大便里就拉了两天血，哎呀，把我就高兴死。因为什么呢？我就知道这个紫的也退了，一天一天的不见了，这血没了，拉出来的全部是血呀，在里面有淤血，自然的就出来了。我是李老师的媳妇儿，那天是12月2号，我们出去到海北去观亲游去了，亲友观赏我回走的时候来出车祸了。我不知道我摔成这个样子，我慢慢慢慢到半个月以后呢，我才恢复成有记忆的样子了。我现在呢在家里能干一些零碎的活，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从死亡中拉回来的一个人，我现在恢复成这样，这个原始点太了不起了。大家现在看一下，我做一下我的原始点的恢复的状况。我以前的话，我这个胳膊这样上都上不来。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我的这个动作，你看我的这个，现在四肢都挺好的，现在都挺好。好，我们第三个也是植物人，湖南的植物人案例。老婆在2013年的2月4号从长沙回平遥的路上出了一次车祸，导致开了5次楼，输了100多斤血，在重症监护室待了3个月，昏迷7个月的时间，一号成为了高危植物人，幸好在医药长沙附一附二襄阳公安康复医院住院1年8个月，引掉肺炎1波70余万元，家里面两房子都卖掉了，一次病症不及好转，幸好多次咨询广州北京深圳有名的教授，已没有一个好的医疗方案。为什么说他高危植物人呢？这是医院里定的。他因为呢，他有各样几十个危险，除了他是植物人以外，尤其他还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尿路感染、炎症癫痫、身体虚弱导致经常感冒。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我真想呢，我老婆要让她恢复过来，达到生活自理的目标。在2014年的10月份接受了原始点，原来是昏迷7个月，后就昏眩10个月的时间，
我的是很着急，接受面试的以后，看那个张老师的工地，就看了六遍，去博古风光小区的办了学习班的两次，我们才今天就是面试的就三间保嘛，我就是要一天按摩，按摩就是两次，上午一次，就是的8点到9点，啊，就是、全身一条脊椎，崎岖面试的，下午一次。就是5点到5点半，局部按摩，按摩以后就马上复横头带，这一天的按摩，姜汤呢，一天呢就是喝冷姜汤，1000毫升，用4000毫升的水熬成1000毫升，晚上就是12点开始熬，熬到早上4点半，用姜量就是180克的一个干姜。嗯，分为50盒，每次200毫升。功夫呢，我就采取的话就是头部、颈部，就是暖暖包。回来以后睡觉，我们就是个电力横头带，中午就3个小时，晚上呢就是9个小时，一天12个小时，基本上是25小时左右的外力的功夫。就要通过这些办法，有了明显的好运。现在。能够实现部分生活自理，能够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自己呢，徒手走路啊，一次呢能够走200米左右，爬楼梯，能够从1楼到18楼，用50分钟的时间完成。等一下，行，好，不错。好，现在呢，好多人呢，第一步他自己不吃饭，而且适量比一下好，但是呢，我们看他的量，我们不看他的量呢，他不发胖。第二个呢，他现在的缺衣啊、缺鞋啊，这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开进行简单的交流。我问他，我说老婆早上好，老公早上好，你辛苦了。早上呢，我早上给他读书，读了20分钟，读的那个小人就这样，什么好啊，好好学习啊，天天向上啊，什么的，就反正小孩就特别要。下午给他写篇日记，给日记呢，他的今天搞了些什么东西，他能够写，能写的今天好的东西。每天写一篇日记，他自己，我一篇日记，他一篇日记，每天写一篇，每天写一篇日记。写好，我的目标是要达到全国社会主义。2026年以后，我觉得准备带着老人家去。好，我们这些都是脑出血，然后引起的各种比如说一般的偏瘫啊，或是植物人。